现在单向插了电了，打开盖很安全的，你开了，那这个几停，这个停啊，这个下边控制下边的，这个是全部的，这个是保险丝。单刀在上边，掉到下边，那都入片了。那个中刀、横刀，横刀放下去呢，就变入丝或者入钉，啊，怎么叫入丝？怎么叫入钉呢？啊，这是如果中刀、横刀。刀组放下去呢，就变成车两次了。如果一块肉上放下去呢，它就变成先开片，后来切丝。如果一条肉或者一虾仁放下去呢，就先开啊中下边就变横了，变成肉丁了，啊。肉条放上去就肉丁了，一次不行，最吃两次。这个是盖，这个保险盖啊，保险盖里边打开你开动不了的，你看那就开啊，开动不了的，打开，现在插了电了。那个盖放下去呢，就能通电了。你看看啊，这两组刀是转，上面那个刀，两组刀转啊，停了，啊。真的，如果要一组刀，就打在这边。那它如果光在上边转，下边不转，就变成肉片了。虾仁，如果切一次，应该不好，应该要下边都转。看到没有，那个掉下来虾仁应该上边八个 mm， 上边八 mm， 下边也八 mm， 啊，停机，所以很安全的。那你开机啊，一拉动这个东西啊，就不转了啊，看到了吗？打开就不转了，很安全的。